哎，老杨，你玩那个啥呀？嘿，你就不能玩个先知吗，老杨？玩个挖矿的，勘探员。我保护你，大帅。我用我的磁铁。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你不信，这把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男友力。男友力。今天呀、啊，我很，今天我看东东很膨胀呀。给他打游戏，给他打游戏，上来打女巫没输过。我说就你，我这把就制裁你，在我这儿。哎呦，我的亲爹！你的老婆不认不就输了？别说，别逮我！哎，老爷，我连电击都没碰到你就吃刀了。哎，真好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对不起，我是的。他在哪里？我娃要去修那个小房的电机了。他在，还是你在小房六？来，我接个大洞，你来争洞。你接，你接，接接接接，远处的快快快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我哪敢翻呀？人家放技能了，我靠！能过来吗？电机这边。可以，可以。我控制不了啊！哎呦，我地下室没事，我地下室一会儿你。你地下室，别救了，我救吧，好吧。我是不是秒救？秒救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他要打了。没有搏命啊！他来打洞的。我来救，我来救，我来救，我有搏命。那行吧。挂不了第二次了，挂不了了，挂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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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洞被打了是不是啊？打了，那就别救了吧。洞都打了，还有什么救的价值啊？救了也是死。对啊，这救了也是死啊。卖了，卖了，卖了。来偷我，来偷我，来偷我，他在打人。打我，来来来。呦，直接救，直接救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。帮我砍一刀。你别丢我身上啊！打一下不就好了？nice， 这就是爱情吗？这货要闪我，这是女友力，闪你！来，老杨，我给你啊，别怕。闪我，果然。我有你啊，我有你啊。没事，宝贝。我去的哥，怎么打着我了？他后面这个镜子，我都看不到的这个镜像。给了你鸟都扛不住，两个人什么了，没关系。我们怎么是五台机？快修呀！幽冥要来了，幽冥要来了，离得有点远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带头亮个机。我这台电机亮不了了，我娃娃亮吧。我去海滩边找东哥摸一摸。他又来打我了，他又放我进去了。他在打我，他在打我，他竟然想打我。小伙子啊，你是不是打不到啊？不是只有15米范围才能找到人吗？丢丢丢，打到我了！哎呦，我好，你开吧，难呢，开了。来摸一下，丢镜子了。哦吼！哎呦，我操，怎么打到了这下？他有个镜子，他打到咱俩了呀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打到了，都打到了，都身体不好了，摸。摸啥呀？摸啥？电视那边了，哎呀，压死了自己。哎呦，不是我爬远一点。逃避。我摸他。我娃摸完不好。娃娃娃摸不了，娃娃摸不了。我娃要遛他。不好。我可以，我可以爬远的。我的崽没有了。鸡鸡能起来吗？他在爬、啊。哦。他挂不了我地下室了。阿东有搏命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。我要修这台，我再去找一台。我那边有台遗产机，差了没多少。哪里还有电机啊？船上面有没有电机啊？有。霍奇呢？我还给四炮的。你加油啊！这把输了就举报你。演员。东啊，他在这边住，在这挥刀，他你可以放一个，我觉得他会被吸进去。没有。再见。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！阿东补电机啊，补电机。
哇，你们两个受伤，我真修不动。五毛钱，他钻进去了。他钻进去了，我钻回来了。他杀我来了，我看到。我去补小屋的剑子。小屋的电机补掉，我还要船上面的电机。哇，我感觉我修不动啊。哎呦，闪现。小魔的机子能修得掉，逃脱两人。我是别地窖啊，没地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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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哪边有机子呀？船上面大船。我是你修吧，你修吧，然后救我一手就好了。我修不动啊，这两个你们两个受伤，我再调娃娃过来修。你没事，你拿儿子修吧，压死丢就好了。好。机器别给找了，放镜子找你了。我知道他在找我。他不敢放，找不到。还差了一半，没事。老杨怎么就两个点？可以操作。我操，那不是被演了吗？就各种演吧。那必须举报他，举报矿山，举报一波。一会儿他们三个都在被我举报。对，为了正义啊！那必须为了正义，你算是说到点上了。哎呀，炸机了！一会儿就让他们得到系统的制裁。然后机马上给你个证书，这个机器不行。Nice 啊！差多少？还差一点点。还有40啊！直接亮！哇，我娃娃在最后一秒没了。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来了。追我！哎，我翻下来了，我的老天！我再回去吧。这个皮肤，这个人偶是这个皮肤。阿东在开小门是吧？没有，我在往小木屋跑。他在中场，他在追。我靠，原地出外。地窖在海滩。亲眼所见，一飞真的，我啥也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感。他大门呢？闯大门。对啊，这是非常的麻烦。他挂我。专心靠一、这个。他把我挂大船上面，人偶石皮肤好好看。他把我挂到大船上面，门开一半了。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平局了。传了。开小门。快回去！哇！救人！他要追我的。救不到啊！他跑不到吧，大帅？我感觉我没有双弹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屁股应该可以吧。你别相信了，相信不到的。我这有个洞，缩短了5米距离。加油，挺住，吉吉，我来了。我相信我最后一秒钟可以把你救下来。像东东这种坑逼还能溜起来，我靠！举报，刚才演我。你我先举报。要不我把你摸满吧？你抽抽，这都能被抽刀。我觉得我们该开门走了。这都被抽刀，哎呦！那，开门我现在开不动，你开的时候一刀倒地没了呀。你不管怎么样下板子，他都能抽刀，现在。摸满了，我们等到那个一刀斩结束，然后看着阿东起飞以后，我们要去搞事情了。他抽刀给削了，不是人类下板子给削了。之前有优化，还有哦，你那边好远啊！哎，阿东上寡妃啊！我去开小门。他大门呢？他大门地窖在这里，我去开小门，你在这边。OK。你家司机这个人。你拖着好了，哎呦，他在我这边。来了。你能开门吗？你能走吗？我去开吧。他先把洞打了，他已经没有一刀斩了，我可以跟他玩一会儿。这边有地窖。不成战役。他死了，要死了。大帅，给我砸他一板子。哟，要走位。哟，门开了没有？我才刚摸到门。啊没事，把他等下一个镜子。这边守着，不让你走了。对啊，我门开好了，我走吗？走吧，你肯定走吧。你走吧。你不走，不走怎么了？啊！举报了！啥演员呀？不专业。这个勘探员上来开局吃一刀，还举报我？咱现在没有你就死了，还就是啊，报啥呀？
我就没见过啊，对吧？倒这么快的开太原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美女拿出来？我倒的最慢的一次。